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Web 3 Lab。近日，内容创作工具 Adobe 宣布推出名为“萤火虫 ”（Firefly） 的创意生成式 AI， 正式杀入 AIGC 商业化赛道，让全世界的设计师彻底失业。据悉 ，Firefly Beta AI 依托于 Photoshop、Illustrator、Premiere Pro 等作图应用程序，以文本提示为基础，用户可以控制生成图像的比例、样式等参数，并通过关键字和技术改变图像。一键生成你想要的任何图像，网站地址联系本视频主页客服领取，并对创建的图像进行下载。 Adobe 会自动添加内容凭据，增加对原作者的保护，并限制内容带有暴力或淫秽。 Adobe Firefly 将成为跨 Adobe 云端产品的全新 Adobe Sensei 生成式 AI 服务的一部分，将直接整合至 Adobe Creative Cloud、 Document Cloud、 Experience Cloud 和 Express Cloud 的工作流程中，作图、绘画、图像设计等领域将面临失业危机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关注留言我们。